周汝昌，著名学者，几度红史波澜，一段传奇故事。60年前与胡适的偶然交往，却造就了周汝昌一生治学的方向。周汝昌先生88岁高龄了，米寿刚刚过，这是我们红学界的前辈，也是我们整个学术界的前辈。像他这样高龄的前辈，而且还在活跃的跟大家奉献出一部又一部的著作的老一辈学者是非常稀少。周汝昌来参加的是他的新书《我与胡适先生》的发布会。由于胡先生不弃于我这么一个学生，他主动来和我交流学术见解，我呢当时是一个少年青年之间的那么一个大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胡先生夸奖我的，我当然高兴。胡先生表示还不能完全同意我的那一部分，我还跟人家争啊，是这么开始的。1947年，29岁的周汝昌正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在他心中存有一个宏大的目标。翻译《红楼梦》。我从小听我的慈母，我还不懂什么叫《红楼梦》的时候，他就给我说：“你不能否认，这个《红楼梦》一直在我的精神活动中占了地位。”那个时候苦学英文，存的真正的目的是我将来要译《红楼梦》。就在年轻的周汝昌为翻译《红楼梦》的目标苦学英语的时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正在苦苦寻找一本名为《茂斋诗钞》的书。由于偶然一个机会，我有一个四哥，他写下来告诉我说，胡适先生多年努力访求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只有一本书他怎么也没访到，你去试试看，就是敦敏的《茂斋诗钞》。《茂斋诗钞》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诗集，据记载诗集内有多首题咏曹雪芹的诗。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接到四哥周孤昌的来信后，马上去燕大图书馆查阅。我到了我们燕大的图书馆那儿，刚刚一拉着卡片抽屉，没费了一分钟功夫就发现就在那里。哎呀，我可高兴兴奋极了。我拿了这本书，发现里边至少有明明白白的6首题咏雪芹这个重要的诗篇。得到《茂斋诗钞》的周汝昌很快就写出了一篇考证曹雪芹生卒年月的文章，并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的《天津民国日报》上。这篇名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规定》的文章也很快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马上写信给周汝昌，肯定他发现《茂斋诗钞》是一大贡献。这封回信于次年的2月20日也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发表了以后，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主动给我写信来。那你想，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当然觉得哦，我做的这件工作还有这么巨大的意义，然后兴趣呢就比较高涨，从此作为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后周汝昌与胡适的书信来往不断，
尽管胡适公务缠身，但是他依然关心这个执着的后生，对周汝昌的每一封来信都认真地回复。1948年6月27日，周汝昌应胡适的邀请，来到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一号看望胡适，这也是两人生命中唯一的一次会面。胡先生非常器重我，看得起我，后来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在校学生，也没有改变那平等待人，自由讨论学术见解。谈论间，周汝昌表达出希望能够看到胡适收藏的《红楼梦》假续本的请求。假续本又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上有脂砚斋假续超越再评而得名。假续本是20世纪国内外发现的11种《红楼梦》早期传抄本中最古老的，也最能反映曹雪芹原著风貌的珍贵版本。虽说在学术上胡适与周汝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胡适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并允许他将这部假续本带走。借到了假续本以后，我一方面还得继续搜求有关曹雪芹的一切资料，另一方面我马上得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校勘。对这个人的一切不了解，你也就根本读不懂《红楼梦》。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48年6月，周汝昌接到胡适所藏的《红楼梦》假续本之后非常激动，他马上写信给胡适说，您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后未对他再做研究，迄今已有20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了，即应校定出一本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先说曹雪芹这一方面，大家对这个人所知甚少，胡先生对曹雪芹的评价并不甚高，说他不过是八旗富贵人家的一个纨绔子弟。我觉得这个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这个人太重要了。随后周汝昌又给胡适写信说，自己半年来都在致力于搜集曹家身世的文献资料，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起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地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红楼梦》。所以我主要的精力是下载对曹雪芹这个作家本人的功夫上。所以开始在那个燕大图书馆，那真是一个大宝库，我要什么书有什么书，90%几的书可以借到啊。我才用了不过半个学期的小半年的功夫，我聚集了那点资料，都是有关曹雪芹的。2个月后，周汝昌再次写信给胡适，说到自己2月之间一力写红楼家事，旨在考证曹雪芹的生平事迹。曹雪芹这个人太重要了，在他身上聚集着那数不尽的那个超过一般人的才华才能，这个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于是乎我就立志，我对于这个人一无所知，所知甚少，知道了一点而又评价那么低的这么一个人，我替他抱屈，我要研究他。周汝昌很快收到回信，胡适说这是一项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所以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随后胡适果真托人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邮政书局因大字本七了生续本石头记给了他，供他写著红楼家事。
我是从他们整个的氏族家世而一直探讨他的本身。我认为要不这样子，对这个人你无法了解，对这个人的一切不了解，你也就根本读不懂《红楼梦》。嗯，这是我的基本的这个治学的目标和原则。孟子说，诵其读其书，诵其诗，而不知其人，可乎？这行吗？1948年12月，时局动荡，北平已经是一座孤城。周汝昌带着《红楼梦》假续本，步行30里路来到胡适的寓所，然而接待他的却是胡适的儿子。未见到胡适的周汝昌将假续本归还之后，悻悻而归。15天后，胡适带着假续本匆忙登上了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离开北平，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第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周汝昌也完成了一本拟名为《正石头记》的书稿。主体是曹雪芹研究，后半截才加入了对于版本的一切啊，版本里的校勘，版本里边早期所附加的啊。这个脂砚斋的这个朱批重要的组成部分，乃至于后来80回以后迷失的这些部分的大概情节如何。这一年周汝昌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家庭负担颇为沉重。虽然还没有毕业，他已经开始在学校里兼职补贴家用，而已经完成的书稿却从未想过发表。这一部初稿我完了以后，我基本还是摆在那里。后来有燕京大学的老师知道了我的这一部分工作，已经很惊讶，我是不声不响的。他们知道了以后就跟我借这部手稿去看，有他们的鼓舞，我才找朋友给我谈谈有没有出版的可能。你想想，我是这么一个书生。周汝昌的中学同窗黄商看到书稿后十分喜欢，于是他立即写信将周汝昌的书稿推荐给开明书店。隔了很久，原封退回，里边连一个退稿书信的几行公式性的话都没有，我就兴致败落了，我再也不想试了。外面台大长龙队，您这个书马上要重印，赶紧里边有什么错字快改。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49年，周汝昌完成了《正石头记》的写作，虽经朋友推荐出版，却遭遇无故退稿。对于出版之事，周汝昌已不再抱有希望。大学毕业后，周汝昌来到四川大学做英文教员。教授之余，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上，而书本出版的事情再也没有提上日程。可是后来有一位文怀沙先生通过了小说权威专家孙海蒂先生要找我呢，就是通过了燕京学报知道了我有这部手稿，要看这个稿子，意思也就是说要替我出版。简单说，后来我们联系上以后，这个手稿就交给了文先生，文先生交给了上海一个出版社出版。1953年9月5日，周汝昌收到了一份包裹，
打开包裹，他眼前一亮，多年的研究终于变成了铅印的新书。北京的老同学，叫燕大的老同学，就给我写信了。哎呀，说不得了啊，北京开文代会几乎是人手一编，上海那个书店，就是买书的长风书店，说这不得了，外面排大长龙队，您这个书马上要重印，赶紧里边有什么错字快改。这个来信像雪片一样，一封一封信。哎呀，作为一个30岁刚过的第一次出书的人，你说不兴奋，那不是骗人的话吗？啊，确实很高兴。在文怀沙的建议下，正式头记改成了《红楼梦新正》，文中对于胡适的赞美之词多被删改，书中凡有胡适名号出现的地方都被冠以望人的称号。把先生的敬称呢可以省去，人家还是尊重我，还告诉了我，尽管告诉我是已经做完了之后，向我解释说当时不能不如此。我苹果以后呢，因为已经继承事实，而我当时的水平也不可能提出不同见解。直到此时，周汝昌才隐隐明白当初自己书稿被退回的原因与胡适有关。建国以后当时的历史情况怎么看待胡适先生，我这部着著里边涉及了胡先生应该持什么态度、什么语气，这今天的人都不理解，特别是青年人，因为谈这个觉得很稀奇，怎么这个还成了问题呢？可在当时，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不久后，远在美国的胡适也收到了从中国寄来的《红楼梦新正》，寄书人对书中诋毁胡适的话颇为不满。他把我的《红楼梦新正》说的一无是处，来挑拨胡先生这个不满，或者是生气发怒啊，说你看看你培养的这个周汝昌，他现在对你这样的。胡先生莞尔一笑，说不是那么回事啊，他这本书还是一部很好的书，周汝昌还是我一个得意的徒弟。《红楼梦新正》一经出版，立刻轰动海内外，很快就有一本经过特殊印刷专供毛泽东阅读的大字本被送进了中南海。而此时正在四川大学担任外文系讲师的周汝昌也一夜之间成为知名的学者。一天，周汝昌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是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写来的。他在信中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负责人聂干努有意邀请周汝昌来社任职。他们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看到这部书，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出版的《红楼梦》版本受到了批评，他们要找一个人重新整理《红楼梦》。他们当然，我想象看到我那本书，自然就想要把我调来。随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报请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意，以中宣部的名义下达特调文函。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又来信说可以再版《红楼梦新正》，并付给周汝昌更优厚的稿酬。此时的周汝昌已过而立之年，但生活却十分窘困。那么《红楼梦新正》，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的条件是说，你给我们出版，我们给你最优厚的稿酬，你的生活绝对的不成问题。我也受了这个的引诱，我就又愿意回到首都。你想，谁也不是个傻子。1954年春末，周汝昌终于携家带口
离开成都赴京就职，但春风得意之中，他根本无法想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李济凡先生发言的时候，当众明明确确的又说一遍，我是奉毛泽东主席写的。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54年9月1日，李希凡和好友兰陵在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由这篇文章发端，一场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政治运动全面展开。我回来不久，大约是10月份左右吧，这个批鱼运动就兴起了，跟着批胡，跟着波及更大范围。《红楼梦》新政给周汝昌带来的荣誉很快就过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承诺也不再见提起。随后，一些对《红楼梦》新政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也开始见诸报端。我并不懂得什么叫批判运动，也当时也体会不到，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思想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猛烈的冲击兴起以后，当然有点茫然。1954年10月的一天，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在报社接见了周汝昌，谈话的目的是要他写一篇批鱼批胡的文章，同时也做一点自我批判。1954年10月30日，周汝昌的文章《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然而，很多人看过之后深表失望，认为他批判的水平还是不高。随后，这篇文章招致了对周汝昌更为猛烈的批判。当时呢，就是说俞说胡，那么很快把我和胡先生挂上钩，这也是很自然的。而且批判的这个词句，那个气氛气势越来越激烈。1954年11月26日，刊载于《光明日报》的文章中说，《红楼梦》新政是繁琐考据变本加厉的典型。周汝昌在燕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校友甚至说他比胡适还反动。那我吓坏了，当然我一方面有点惊慌，一方面我想不通，我为什么比胡适还反动，我反动在哪里？我由于偶然一个机会发现了他没找到的一个诗集子，了解了有关曹雪芹更多的情况，由此我又就看了版本，知道高鹗怎样子恶毒的篡改曹雪芹的原文，我非常气不愤。在1954年的这场红学风波中，生性敏感、身体孱弱的周汝昌终于大病一场，住进了医院。就在周汝昌住院期间，李希凡和兰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红楼梦》新政一文。李希凡到医院了去看我，说了一句话。那为什么去看我呢？那一片报纸上正发表他批判我的文章。但是呢，李希凡同志说了一句话，这是同志式的批评，跟批判胡鱼不是一个性质。曾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资料17年的徐中远，在他的《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一书中，专门提到了毛泽东对周汝昌《红楼梦》新政和俞平伯《红楼梦》变的不同看法，对于前者颇多赞赏，对于后者毛泽东圈批了50多个问号，许多意见不合。1998年，13个单位联合庆祝我80整寿红学精品集6本
出版这个机会，约请了有关红学界的重要同志先生朋友到会，其中就有李希凡先生。李希凡先生发言的时候，当众明明确确的又说一遍，我是奉毛泽东主席写的。这场《红楼梦》批判风波，虽说矛头不是指向周汝昌，但是身体孱弱的周汝昌在这次病中还是留下了贫血的后遗症。一天中午，周汝昌正在午睡，突然听到窗外一声雷响，他的耳朵就再也听不见了。1976年4月，《红楼梦》新政增补修订版出版，周汝昌因为过度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只剩右眼0.01的视力。直到今天，年逾90的周汝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在红学研究当中，享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应该骄傲的东西，这才是我认为我们的红学的真正的终极的伟大崇高的大目标。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我与胡适先生》一书，在书的副标题上，周汝昌如此写道：几番红史波澜，一段传奇故事，历史和人生的诸多况味，或许也唯有经历过才解其中滋味。